咱做一下预备心来敬拜主，请听一段经文。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一节。彼时，摩西甲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：“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伊大大拣选，将马甲骑马投在海中。”第二节的上半节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。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。第十一节，耶和华啊，从神之中，谁能像你？谁能像你至圣之荣，可想可畏，施行其事？舍两方
转身羔羊。三德爱之被钉十字架，受尽凌辱遭人厌弃，谦卑君王口在称宽，权威牺牲转身羔羊。转身羔羊，宝贵羔羊，我生爱慕圣洁羔羊，求你宝血来洗净我，耶稣基督真神羔羊，牵我世上毫无盼望，望你救赎进你身旁，用脏衣干领我一生，我竟成为主的羔羊。真神羔羊，
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，所以咱只管坦然无惊，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着怜悯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衬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来到你面前，祈求仰望你的面。你是阮的主，你最了解阮，你知影阮的本体，少年阮不过是尘土。你体贴阮的软弱，无以阮的计划来管待阮。你是阮唯一的出路，除了你以外，无别的拯救。因为天下人间无有数得别的名，咱通靠着得救。主啊，求你赐予阮坚定的信心，予阮有法能面对各款的挑战。求你赐予阮充足的智慧，予阮有法能处理各款的难题。愿你加强阮的信心，予阮的生命哪来哪亲像你所做所行的，有法能甲所望的云相称。主啊，阮知影。人无法当自救，独独你是怜悯阮的盼望，恳求你因着你丰盛的恩典，予阮伫你内面重新得着力量，搁一摆奉献，引穿归正，予阮结合你心意的生活，特别伫这个末世时代，真做讨你喜悦的人，感谢主。听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古约圣经下界书第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，这个二十四日，耶和华的话如此临到下界说：你着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，我必震动天地，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。地灭列邦的势力，并倾覆战车及坐在其上的马必跋倒，骑马的败落，国人被敌兄的刀所杀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：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，到迄日我必以你为印，因我拣选了你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主来兄弟姊妹平安，咱伫最近咱这段时间 ，YouTube 真侪无相关的消息。最近我看到一个 video， 是关于美国的参谋长，美国的 Chief of Staff， 伊咧用因个政府要爱加讨钱。通买武器，搁较侪的武器，为虾米呢？那照迄个 video 来讲，是为着要务必要甲中国大陆，要甲 Russia 要战争。这个三个大国，拢是有 nuclear 的炸弹。那真正这个战争，建落去呢？那真正用跩 nuclear 的武器呢？咱的世界要怎样？大部分的人会去灭去。那怀老弱的人，因的生活一定非常的艰苦。这个 video 唔单单讲安尼，佫是讲要对菲律宾，美国政府要伫菲律宾要起四个军事的基地，就是要起四个 US bases 伫菲律宾。你若听到这款消息，你会惊袂？我承认讲，我听到我心里也是挂意呐。今仔日的经文，怎啊帮助咱面对这款的消息呢？咱稍微温习咱这本册的内容，就是《甲介书》。
犹太人为着因无顺从上帝呢，上帝刑罚因，将因给撇去巴比伦，和巴比伦掠去，过了七十年，国王就是波斯的国王，就允准在以色列人各挖来耶路撒冷，为着要建在起耶路撒冷，要建在起那个圣殿。因挖来就真正开始起那个圣殿。唔过起的时阵，佮拄到敌人反对因，就受勉强讲，佮停止这个建筑。十四年无停当，十四年，直到上帝佮指责因，叫因继续起落去，因老爸就听嘴，就继续建筑。继续起这个圣殿，因顺服上帝的时阵，上帝就应允因讲：对今仔日起，我的确要舒服予恁。但是事实上呢，因也搁伫外国、伫别国的管理下面。咱继续落去，只将咱搁三合阿头来祈祷。有主在我们心来做工，让我们讲话教导我们，主啊，求你加持我们的话语，让我们听会明白，和我们的顺服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是没有能力，没有关系能赢过我们的上帝。我们三合来思想以色列那暂时的情形，无神的国家在无神的时间上台管理。你记得北国就是以色列受阿述国打倒毁灭去，然后呢阿述国和巴比伦打倒，巴比伦就来将南国就是犹大毁灭，将南国的百姓给掠去巴比伦，然后过几条几年，巴比伦就和 Middle Persia 就是波斯国拍倒。在甲介迄时代是波斯国伫咧掌管。伫做一项代志发生的当中，其实以色列国是一个小小的国家。可能亲像在一个大海的当中的一只小只鱼，软弱无帮战。那要想起来，也是可能亲像菲律宾，在中国大陆，在俄罗斯，在美国的当中，在大的国家在咧行棋的时阵呢。在所有国家拢无通做了什么？在甲介那个时阵，在以色列人已经有计在开始咧起这个圣殿了，但是因咧起的时阵，常常有因的敌人诶威胁，讲白话要来攻因。你咧记得尼希米的故事无？其实尼希米是比甲介较晚淡薄诶，差不多上迄个时代，但是尼希米比甲介较晚倒来耶路撒冷。伫尼希米因咧
起迄个城墙的时阵，恁会记得，因着轮流咧起迄个城墙，然后当因咧起的时阵呢，一手换武器，一手伫咧做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敌人伫遐咧威胁因，要爱攻因，因就常常在时有人伫咧过门，有人伫咧做工。可见伫乞丐嘅时阵也是安尼。你有时阵会感觉惊吓挂路无？我相信一定有哦。有时感觉讲可能无助、失望无，也是有哦。有时感觉讲可能当代志，计想大想做，计唔知影发要做虾米。以色列人迄阵时，有可能也是安尼。上帝讲，所罗巴伯讲什么呢？上帝该讲，我的确震动天地，我的确降服列国的宝座，除灭列邦的势力，并降服战车及坐伫其中的，马的确跋倒。骑马败落，大家人受兄弟的刀所刣。伫这章的经文，较早回答，上帝已经有安尼讲了。伫《甲介书》第二章第七节，上帝有讲：“我的确震动万国。”万国的颠簸，的确拢运来，我就要让这个电满了荣耀。这个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。伊现在搁重复一句：我要震动。伊讲我要降服列国的宝座。这里降服是。上一日用的创世纪十九章，当上帝咧形容讲看，伊要怎啊毁灭所多玛甲蛾摩拉这两个真非常罪恶的国家。底下安尼讲，将遐个城甲全平原，并城内所有的居民，连队长。城中的拢毁灭了。上帝国讲，伊要降服战车甲坐伫其中的，在战车坐伫其中的，在马上帝要给毁灭。咱听到这句，也是予咱想到讲，当以色列。离开埃及的时阵，因走出来到红海的时阵，咱会记得上帝怎啊将红海开，和以色列人加大队。但是恁会记得，法老王差派因的军队，跩战车、跩马、跩军兵，也是带怀以色列人经过这个海。但是上帝怎啊呢？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八节讲，水就多回流，水就多滚起来，因无车、战车甲马兵，遐军队以色列的人落海，法老的全军连一个就无搁看到了，法老。战车、军兵、耶和华已经沉在，让他们沉在海中。
伊特选的军长拢阴伫红海。所以咱咧讲啥物呢？所以就是这个乞丐，伊用即句讲跩买跩徛买跩，伊要失败，要跋倒，互咱想到跋倒迄个时阵，上帝毁灭所多玛、蛾摩拉这两个国，用火降落毁灭因，因为因非常的歹，也是上帝伫七百年前帮助犹太人离开埃及，用神力甲因救出来，互因得到自由。也是上帝，和跩马、跩骑马、跩人沉沦毁灭。上帝要爱和乞丐迄时阵的犹太人，怎样讲？我就是上帝，我已将怎啊帮助恁离开以色列啊，离开埃及。我已将怎啊毁灭所多玛甲蛾摩拉，我已将怎啊自我介绍家己予恁认捌，怎啊救恁？到今仔日，我也是要照安尼做。上帝要爱予因知影，伊掌管，伊的能力，伊的良善，虽然过几百年了，也无减少，伊是上一位的上帝。上帝讲：“我要毁灭列国的宝座，马得克跋倒，骑马要败落。我是上帝，无有别位。靠着我的能力，我已经毁灭你的敌人。靠着我。”一两滴，我今仔日要毁灭你的敌人。是啊，这段经文国讲，马得克跋倒，骑马要败落，大家人受兄弟的刀所害。啊，这个罗马句，大家人。受兄弟的刀所害，到底什么意思呢？你们记得基甸的故事吗？基甸的故事就是上帝用三百的军兵打败几万的米甸人，书书记七章二十二节安尼讲，当基甸甲伊个军兵奔迄个角的时阵，耶和华和全营的人用刀互相杀害，啊，为敌人家己杀害，上帝就是要爱乞丐迄时期的犹太人知影。我以前安尼做，我今仔日又愿要安尼做。我是上帝。虽然以色列伫家己眼中，以色列伫跩大国的眼中看做是真正微小，但是上帝甲因同在，因是属上帝呐。你们记得以利沙？有讲伊个仆人讲一句话，伊个仆人真看到敌人真正做，所以就非常的惊。伊丽莎就该讲，你唔通惊，甲咱同在个比甲因同在个搁较济。咱来三合看跩 YouTube 个跩对白。在对白讲，
第三摆世界大战，是毋是要临到了吧？美国伫咧想讲，2025年潜在甲中国争战，甚至大陆有咧警告讲，伊对世界咧讲讲，要务必这个Armageddon，就是世界末日的大战争。美国甲菲律宾也是大合作，咧务必要战争。Nuclear war 不是只能讲我通想象的，甚至是真正伫咧计划的咯。有真侪即款的新闻，读起来、听起来，予人真正心内会惊吓，你会惊袂？但是其实，咱就记得，最终也可是上帝伫咧掌管。所以有影真大国家，真有势力，但是因的势力，无通甲亚和华比较。有影这个国家、这个世界真正乱，但是最终也可是上帝得胜。上帝讲：“我要较毁灭列国的宝座，马要较会跋倒，骑马败落。”上帝比在各行、各国、各个人，国靠定力。得胜者不是大陆，不是 Russia， 不是美国，最终得胜者是万军的耶和华。你若是基督徒，你就受鼓励，因为那个在你里面的比那个在世上的更加大。是我们会遇到痛苦，遇到困难，但是我们是属于那个得胜的军队呢，我们就受鼓励。顶礼拜我们的讲员 Pastor Mike Carino 也是跟我们说，我们要怎么面对那个末日。伊甲咱鼓励讲，咱有一位关心咱的上帝呐，咱的上帝掌管这个世界，咱的上帝伊掌管将来，伊也掌管历史，咱有法通有平安。在风雨当中，咱有法通有笑容。因为耶稣在我们的尊敬和我们做一下，在风雨当中呢，主耶稣教我们怎样有笑容，怎样有法通睡。当风影真大的时阵呢，因为耶稣在我们的尊敬，我们有法通做我们睡。是希望您得到鼓励，为着这点，无论世界什么款新闻，咱都受鼓励。但是，反倒当年无信主的人，无认罪悔改、接受主耶稣做伊的救主的人，为着这个新闻，上帝要毁灭、要震动世界，所以无信主的人应该就摇摇出。审判要临到这个不信的世界，你若无基督在你的生命呢？你可能亲像在一只船在海中，但是这只船已经被风浪弄破了。所以这只船已经在沉下去，你自己一个在船顶，无人
伫边头通救你，就需要行。有人安尼讲，讲怀无信主的呢，怀唔信主的呢，因应该就趁这个机会，尽量享受咯，因为将来因所要拄到的困苦，是绝对无法通想象的。你的生命是不是有很大的问题吗？我要求你就来找主耶稣，找他得到安慰，得到平安。他说我要震动天地，这句对犹太人那暂时及该书那暂时的犹太人真多鼓励，应当那是对咱做信徒的真做鼓励，无人通赢过耶和华。上帝国讲，万军的耶和华讲，我的仆人撒勒提的子所罗巴伯，在那日我的确以你做因啊。因为我竞选了你，这个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。上帝的做的代志，无人通阻挡伊。这段经文甲将来的代志，是咧甲咱讲将来什么代志会发生。及该特别跟所罗巴伯讲，上帝选择了伊，甚至在将来迄一日，上帝要将所罗巴伯成做伊的因啊。到底上帝伫遮咧讲什么呢？咱需要回答几条问题：所罗巴伯到底是啥啊？所罗巴伯是以色列最后的王约克纳亚的孙啊！以色列受毁灭前，罗马的王就是约克纳亚，所罗巴伯就是伊的孙啊！约克纳亚也是大卫的后裔。那你记得讲上帝应允大卫讲伊的后裔要永远伫以色列的王位。撒摩尼记下第七章，我呢讲，你受受满足，及你日坐当困的时阵，我的确和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的确坚定伊的国。十六节。你的家及你的国的确在我面前永远建立，你的国位也的确坚定，至高永远。所以上帝应允大卫王说，他的后裔永远要做王，但是在当中有事情发生。所罗巴伯的在祖宗就是在约克纳亚王咯，玛纳西咯，在王有真侪位做真歹的代志，所以上帝受气因，上帝刑罚因。但是虽然上帝受气在歹王，上帝恩典犹原临到所罗巴伯的身上，上帝也可竞选所罗巴伯，甚至弥赛亚最终是通过所罗巴伯的血统来到的。上帝应允因，讲这个
因的血代表的血液的国位要坚定在地高永远。这句上帝讲讲，伊要竞选所罗巴伯，要将所罗巴伯做伊的因啊。这句预言讲出来，过了四年，过了四年，迄、那个圣殿就起了咯，就完成。虽然所罗巴伯伊的阿公杰克奈亚非常的歹，上帝有关成全一对代笔的英文，接着代笔的会通来带了这个弥赛亚，这个杰克奈亚王就是所罗巴伯的阿公，怎么派呢？上帝受气，给讲。犹大王约雅敬的子哥尼亚，就是杰克纳亚，虽然是我正手顶大印的手指，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也的确将你对其中脱下来。所以上帝给讲，杰克纳亚，虽然你是这个我的手指，为着你真正派我要出走，这个手指代表势力，代表权威。在迄阵时，人会将这个手指、这个印啊，挂伫颔棍呢，还是挂伫手呢？还是顶伫今仔日咱呢？跟咱咱咧签好啦，一个因啊，那印落去就是顶伫迄个因啊的主人的官兵安尼落去。虽然上帝将迄个因啊对杰克纳亚的心上推起来，上帝伫所罗巴伯的心上骨还开落去，这个是上帝的恩典。感谢咱当中有人，咱的家谱，咱的家庭有真黑暗、真艰少的历史，有可能是咱家己做了真歹的代志，还是咱的祖宗有做了真无好的代志。为着安尼，咱真正艰少。这段经文甲咱讲。上帝有法通赦免，伊的恩典比咱的罪恶、比咱的黑暗搁较大。所罗巴伯一起迄个殿，一起迄个殿，虽然是水晶，上帝应允伊讲，这个殿也应要会比前。以前那个殿，所罗门起的那个殿的荣耀更大。怎样呢？怎样成全这句呢？就是过了几百年，弥赛亚就临到了。弥赛亚就是主耶稣，主耶稣有踏入这个所罗巴伯所起的圣殿。所罗门的圣殿无有这款的影响，无有弥赛亚踏入伫内面，这个殿后来要比以前的荣耀搁较大，甚至将来一日当所罗巴伯的后裔，就是耶稣，就是弥赛亚，伊伫千禧年。伊的国度要掌管，这个荣耀会非常非常搁较大。那将咱的经文来简单了嘞，经文就是甲咱讲，虽然这个世界有真侪跩大国咧乱，
可能亲像愈来愈严重，愈来愈痛惊。一日呾，上帝要完成伊个计划，伊要震动这个世界，要毁灭遮国家。伫迄日，弥赛亚要掌权。咱做基督徒诶，咱着受鼓励，毋通灰心，毋通失志，毋通惊吓，继续相信。咱咧等迄日临到诶时阵呢，咱应该着怎啊？有一个牧师安尼讲，咱应该着继续听候，应该着继续做工，应该着继续挖苦。咱若听到遮消息、遮歹消息的时阵呢，咱继续听候，继续做上帝所交代咱做，继续辛苦咱的上帝，唔通灰心。咱国三合来比班心，也受相参。咱要用这段时间来祈祷，咱思想咱所听见的这篇的信息，上帝要爱教导咱什么呢？伊要爱予咱的功课是什么呢？咱用这段时间甲上帝讲话。As we drink this cup, we worship you. As we eat this bread, we honor you. And we offer you our lives as you have offered yours for us.咱来三合小点生产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
咱会记得主耶稣在这个世间，伊受买迄一面，伊甲伊的门徒做一下在食饭，做起饼来，祝谢了，伊就撇开，讲这个是我为恁拍破的身体，恁应该就安尼行，为着是纪念我。咱适合领受这个饼。然后吃饭了后，主耶稣去背来讲，这个是我为恁留的宝血，恁应该就安尼行，为着是纪念我。那适合来领受这个杯。阮的天父，阮的上帝，虽然这个世界真正乱，虽然真多代志，阮拢无法通控制，但是主，你有甲阮讲，阮着放心，因为你已经赢过世界。哦，主啊，阮感谢俄罗斯，你的疼临到阮。在黑暗的世界当中，你犹原保守你的行李，你无放松。一日当你要震动这个世界，你要来救你的百姓，求你和阮每一位的听候，继续做工，继续挖苦。感谢地主，咱也受祝福，愿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常甲咱每一位同在，直到主耶稣第二摆过来。阿门。Everybody, there's something that you